自己搭的，亲手搭的亲手拆，这种滋味不好受啊。没办法，只能如此了啊。好好吃吧，吃了这一顿就没下顿了啊，走吧，哪儿自由上哪儿去啊。这已经是今年第三次折腾了，估计这一次啊这个坎是过不去了。其实这个棚啊拆不拆倒无所谓，就是这百十只羊怎么处理，就是可怜这些羊了啊。不禁让我想起啊，今年夏天郑州洪水的时候啊，有一位养殖户说了一句话，说我们走了，你们好自为之。说这句话很无奈，就是可怜了我那十几万。养殖这东西啊有很多不确定因素，你要说是自然因素吧，咱这个心里啊倒也坦然。颗粒机、搅拌机，这个是揉丝机，这些羊都是去年六月份啊从山东引进的，刚养了一年半，有的是生过一窝，有的生过两窝。对羊来说啊，正是繁育的高峰期，养了一年多啊，有感情了。不过也没办法啊。准备打包了，找婆家，给他找个好人家，有喜欢的朋友啊。